好，我是 Ivy。 今天呢又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打包行李，尤其是冬天的行李。为什么要拍这一集呢？我昨天才刚从北海道回来，我的行李箱完全都还没有动过，然后我就想到说，之前呢在北海道碰到表姐，然后她就跟我说，到底为什么我七天的衣服有办法放在一个箱子里面，然后她就一直很好奇，她就一直跟我说一定要拍一支影片告诉大家怎么样收纳行李。因为呢，过去我的空服的经验让我知道什么东西我出国旅行应该要带，以及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很常需要穿搭嘛，每一天至少要有一套的衣服可以拍照，所以呢，我就会很知道我自己的旅游习惯跟我必备的东西是什么。今天呢，就直接先从怎么样打包行李来跟大家分享。但是我大概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我打包的行李的概念呢，就是把它分区块，一是衣服区，行李箱的两区呢，有一区一定都会是我的衣服部分，因为衣服真的太多了。衣服区里面还有分内衣内裤区、配件区，也就是穿搭的这部分。像这个呢，就是我的内衣区、发热衣区。哦，还有一区就是鞋子。鞋子我也会另外用鞋带装起来，然后鞋子呢，我七天六夜我带了三双，一双平底鞋比较好走穿脱的，然后一双过膝靴搭配用的，但是它是麂皮的，所以比较容易保暖。第三双呢就是雪靴，在雪地里面穿不会滑倒又保暖的，所以我带了三双的鞋子。然后那时候我跟朋友说我带了三双鞋子，他们都超惊讶，想说竟然可以带三双鞋。还有再来两个区域，就是一个是盥洗包，你所想到你在厕所会用到的东西，比如说沐浴乳、洗发精、护肤护发，还有脸部的所有保养品、面膜，就会完全放在一个卸妆啊、洗面乳啊、保养品啊，一定要带得很齐全。然后尤其在北海道这么冷的国家，一定提醒大家要带的就是油，就是你在做护肤保养的时候，一定油是很需要的，不然你的脸会超级干。好，这样子一小包呢，就是我的盥洗包，然后还有一包就是化妆包。化妆包呢，我也会把它放在我的登机箱里面。再来就是3C 用品区，比如说充电线、电器用品的相机、充电的电池等等，也会把它放在一个包里面。然后这个像电器用品类，我就会放在登机箱里面。衣服区类呢，其实我就特别把它分为比较蓬松的衣服区，跟你完全不能压缩的衣服区。完全不能压缩的衣服呢，说像帽子类、裤子类、下着类，它比较扎实一点，你其实不太需要用压缩袋压缩。那重头戏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你要去的是雪国超冷的地方，你会有很多的大衣类、羽绒衣、毛衣那种，里面其实都是空气，但是它占很大空间的衣服类，要怎么办？最好的就是压缩袋，它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品牌，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要用那种它自己有一个机器可以让你压缩的。在台湾我就自己会是用吸尘器把它给吸起来的，但是在国外的话可能比较少有办法借到吸尘器的话，你最好有自己的压缩机器。喂，这一袋呢？就是我大部分的外套、大衣、毛衣这些可以被压缩的衣服，纵小体积你就可以塞到你的行李箱里面。然后我建议大家就是买那种比较大的压缩袋，这个是压缩棉被的，因为我觉得小的压缩袋其实没有什么用，因为你放一件外套就已经满了。我打开它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刚好是从北海道回来的那个饭店呢，跟他们的 housekeeping 借了吸尘器，把它压缩成这么小。不然一般我都会是用手压的方式，人坐在上面，但它就没有办法压缩的这么小。那也不知道它慢慢长大了，里面放了几件衣服呢？一件大衣，一件羽绒外套。像这种羽绒外套呢，把它再解压缩以后，你一定要把它给搓一搓，弄蓬一点，不然它的保暖效果就不会你这么好。三件、四件、五、六、七，还有八、九。外衣的话，你可能拍照看过一次就已经算过一次了嘛。但是裤子下着类比较辨识度不会那么高，所以呢，我一定会带短裤、长裤。
裤袜，就是这三种可以完完全全交叉搭配。然后长裙三件，裤子类呢风格不同也会有不同的搭配。长裤我就带了两件，白色跟黑色，虽然这次完全没有穿到，我真的太高估我了。下着就是这样子，然后再加上九件上衣，还有一件超级大的外套，那种超级大的外套大衣啊，像这种去北海道一定要带的羽绒长版外套呢，就会是上下机直接穿在外面，我就不会把它塞在行李箱里面，因为实在太占空间。哦，还有一件这个，这就是我说的小型的压缩袋，我觉得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功用。那我会把它带来是因为我就加减带，因为家里还是有这种小型的压缩袋。这是我的羽绒外套，滑雪用的，保暖用的羽绒外套。还有帽子也一定要是必备的，这个我等一下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北海道的穿它应该要怎么样穿，穿的方式也是不同的。我的行李箱呢大概就是这样，最大的秘诀真的就是压缩袋，然后尽量带那些即将要用完的东西，包括是你的卸妆的东西啊，保养的东西啊，这个要用完就把它丢掉了，就不用再带回来。我自己的概念是这样子。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到底要如何在寒冷的下雪国家穿搭呢？穿的方式有很多种，在北海道待了一个礼拜以后，几乎每一天都有下雪飘雪。穿搭的方式呢，我就自己有一些心得可以分享给大家。第一呢，是大家都知道的洋葱式穿法。洋葱式穿法是因为在日本或者是在很多寒冷的国家，他们外面的气温很冷很冷，可是你一到室内，他们会开暖气，他们可能有电热，他们有地暖。你如果全身穿的是你脱不下来的衣服，你就会热死。所以呢，洋葱式穿搭我觉得是非常聪明的，穿上去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你穿衣服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发热层，第二层是保暖层，第三层呢就是防风防水层。最接近你肌肤的那一层呢，我建议大家是穿的是发热衣，不管你是穿一件或两件，我自己在北海道我是穿两件的发热衣，一件呢是这种高领的。你可以一落地一下飞机就直接冲到Uniqlo 去买发热衣，那种高领的发热衣，或者是他们有宽领都可以，因为比较好穿搭嘛，先让你的身体暖和起来。第二层作用呢，它是要保暖，你可以选择穿像毛衣类型的衣服，增加你的保暖度。然后这种毛衣类型呢，最好不要太贴近你的肌肤，比如说像我们盖的那种羽绒被啊，它其实为什么会要蓬松，是因为让暖的空气在里面可以保留，这样才会达到保暖效果。所以通常呢，第二层你穿的不一定要非常的贴身，最好是有一点点空间。然后第三层呢，建议大家穿的就是防风防水的外套，你可以穿成像这样子的羽绒外套，千万不要在最外面的那一层穿棉质的衣服。因为只要一遇到下雨下水，你的那层衣服湿掉了，你就完了，你会冷死。或者是这种羽绒外套，雨一落下来，雪一落下来，你轻轻一拍，它其实就可以掉下去了。最糟糕的呢，可能就像是这种的，这种真的是只要一湿了，很难很难干。我通常呢，这个会把它搭在第三层，最后还会再加最后一层。如果你今天为了穿搭，像我可能每一天都要拍照的需求的话，最外面那一层你在拍照的时候再把它脱下来，不然你每一天的照片都是一样。我通常都会是保暖层，我都会每天穿不一样的外套，不一样的穿搭，但最外面那一层呢，再套大衣，羽绒大衣、防风大衣、防风外套，有帽子的都可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雨衣的作用，因为在北海道太容易遇到下雪了。我们都想象雪是那种绵绵飘下来就会掉下去的那种，没有，有一些跟宝丽龙一样，它是那种寒湿度极高，它掉在你的身上以后，它其实是会直接渗到你的衣服里面的，所以尽量还是最外面那层要穿防水防风的作用的外套。第二个方式呢，就是重要部位的保暖。大家都看我在北海道穿的衣服感觉很少，或是我会露腿，但是呢我重要部位都会做好保暖。什么是重要部位呢？头、手、脚、脖子。头顶呢就是各种的帽子类，毛帽啊、保暖的帽子啊、外套的帽子都可以当作是头的保暖。这次我发现呢，其实耳罩也很有用。通常我戴了帽子以后，因为为了好看，我耳朵都会把它露出来。
但是真的是冷炸欸，我冷到整个耳朵都红到硬到我已经完全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了。到最后一天就是想着初恋里面的女主角她都会戴耳罩吧，人家是那种倒地耳罩还要倒穿搭，好像都会戴耳罩。我在唐吉诃德随便找了一个耳罩，这好像也才300多台币吧，200-300块。其实你照上去以后完完全全就听不到声音，没有。它的耳朵的保暖度瞬间提高，哎，耳朵一保暖，其实你的身体也就会跟着暖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必备的小物。再来是手套，手套是一定要戴的。还有一个方式是，你的手套里面再丢2个暖暖包，我跟你讲，就会超级暖，超级热。再来就是围巾类啦，我觉得围巾呢也是绝对要必备的。脖子跟脸这一块啊，其实围巾是可以盖得到，或者是你像我一样就穿这种高领的毛衣，然后你大部分时间都是把它给罩住鼻子跟嘴巴的，或者是你戴口罩，只要你的这一块被风吹到面积变少，就真的会保暖很多。然后脖围有很多种，这个是主男的，他这是在无印良品买的。你为什么买这个？你觉得？我觉得很好看啊，只是因为好看，但是因为它里面也是铺棉的，很保暖的，这样子，它是也可以把它绑在你的脸上的，很保暖的一种脖围。再来就是脚的部分，袜子呢有非常多的选择。如果是以我登山的经验，羊毛袜是最保暖的。有些人他真的很怕很怕冷，或者是很怕进入雪的地方容易鞋子湿掉的话，有些人他会先套一层塑胶袋，再穿袜子，再穿保暖袜子，就是达到完美防水的状态。但是我就没有那么麻烦，我就是基本上一定会穿的是发热的裤袜。像这种发热裤啊，就是 Uniqlo 都会有卖，或是你在任何网络上有那种内刷毛的啊，各种都可以。我自己不会用内刷毛，是因为内刷毛其实看起来蛮胖的。这种发热裤啊，我一定会穿在裤子里面，然后呢再穿这种，你可以在无印良品啊或 Uniqlo 这种基本的服饰店都可以买得到这种羊毛袜。穿羊毛袜真的保暖非常多。还有一招呢，就是我自己在北海道的超市看到他们有卖这种暖暖包，然后是放在鞋底的。其实你一般暖暖包都可以啦，只是它这个款式它就比较薄一点。其实在北海道的超市或者是便利商店都会有非常多保暖的小物，脖围啊、耳罩啊、帽子啊，他们其实都有卖，包括暖暖包也可以在那边买。脚的部分啊，我觉得雪靴也很重要，因为雪靴呢，它其实基本里面它就是有羊毛的那一层就已经够保暖，然后外面它因为也是有防泼水的功能，所以呢，你在踩入雪的时候它不会湿掉，然后也不会进水，因为只要你的鞋子进水湿掉，你真的就完蛋，你会冷死。然后当然你也可以用这种防水喷雾，这是我这一次在唐吉诃德买的，因为我很好奇这个东西好不好用。但身边很多朋友跟网友都跟我说，这个防水喷雾呢喷在鞋子上是真的有用的，然后你多喷几层，你只要踩在雪地里面，它的水是不会进去的，或者是不小心下雨的时候水也不会进去。所以我觉得防水喷雾也是一个雪国必备，很值得推荐的小物哦。鞋子还有一点可以分享的是，有些人问说在雪地会不会滑这件事情，其实任何鞋子都会滑，尽管是雪靴或者是你一般登山用的那种抓地力的什么黄金大底的靴子也是会滑，因为它就是在雪上，而且它的雪只要一溶水或是很多人踩过，它就会变成冰，除非你是穿冰刀冰鞋在路上，不然它真的会滑。尽量不要走那种被人家压过很扎实的那个冰面上，因为那真的很危险。或者是你到他们任何的一个超商里面，他们都会有卖一种，它是一个鞋套，它下面有一些纹路可以增加你的地板的摩擦力，直接把它套在你的鞋子上面，这种的工具也是可以的。大家不管你今天穿什么鞋子都要小心的走，慢慢走，不要用跑的。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觉得保温瓶也是很重要的，你不用带到太大罐，早上在饭店要出发前装满一整瓶的热水。其实在路上你觉得一冷或喉咙干，你只要喝一口你就会觉得要救赎，或者是热咖啡。日本我推荐两个牌子，战魔师跟 Tiger 都非常非常的好用，保温效果都非常好。还要在意它的密封度，因为它的密封度，第一是你的热水不容易爆出来然后流出来，因为这个很危险。第二是它只要密封效果好，它里面的保温效果也会很好。
所以我觉得保温瓶也是很重要很需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呢，在下雪的地方下雪的国家，我们都会很兴奋想拍很多的照片，但大家呢就是抱持着有拍到就好的心情，因为很多时候真的太冷，冷到你根本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待太久的拍照，然后帮你拍照的人也会很辛苦，所以呢我们就是抱持着哦，我今天能够有一张很漂亮的在雪地里面下雪的照片就好了，就这样，不要各个景点都拍，各个景点都停留，因为外面真的很冷，有机会在外面拍到照片就立刻到室内坐着喝咖啡，然后在温暖的地方看着雪景，然后吃着好吃的烧肉或是拉面，我觉得就非常棒了。祝福大家在下雪地方玩得愉快，然后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出国，平平安安的回家。好，以上就是这一集的雪国穿搭行李收纳分享，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任何问题或者有雪国穿搭的技巧的话，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我们下次见，拜拜。